想喝珍珠奶茶。咦，为什么无啦又多两盒东西的？珍珠奶茶酥，珍珠拿铁酥，什么来的？开来看看。嗯，这个珍珠奶茶酥很香，牛油味。它的奶味很重，但整体感觉似凤梨酥，奶茶味就有了，不过珍珠的口感就没什么。嗯，这个珍珠拿铁酥多了很重的咖啡味，不过呢吃落就跟刚才那只差不多，只是多了咖啡味。如果大家想喝珍珠奶茶，这个就未必顶到瘾，不过以新产品来讲都值得一试的。